9点多就醒了，因为我住在这个人民公园底下，所以说一早晨老大妈老大爷们就在那边高歌了哈，所以说就醒起来了。早点起来也好，出去走一走，然后去准备回家。麦当劳吃啊，南站也太多人了，麦当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2点多的车，现在才11:58，12点还没到。外面有点下雨，所以说没地方去。只能在南站。广州有3个火车站，一个是广州站，一个是广州南站，还有一个广州东站。只有南站的车能到深圳。不过还好，过来挺近的。我现在已经过了安检，现在3楼上面准备候车了。2点多的车。先到广州哦，不，从广州到深圳，啊，然后就直接转福州的车回去了。到家应该10点多了，我们待会儿再见。现在登上北上的这个列车哈，然后心情跟之前的完全不一样了，现在心情放松很多。然后我们深圳见。哇，人好多啊！我坐在这里。哇，到深圳了，现在再去等火车，好像是4:30的，好像，然后晚上差不多9点多就会到福州了。好，我们走着瞧。在深圳北站候车，发现 VR 手机还真有哈，两个镜头。我听工作人员说，他这是有专门的套子，是可以套住，不会保证这个镜头的刮花，还挺大的。他只是说在原来的这个安卓手机的基础上面加了一个这个套子，然后他可以拍 VR 的视频，还有 VR 照片。这上面他这个 logo Darling 的 VR 手机，这个是可以去掉的吗？可以，好，是可以去掉的哈。这样出去玩还挺便携的哈，差不多。现在售价多少？这一款黄金版的8800。好，8888，至尊版。好，谢谢。车的话就挺帅的哈，好大探照灯。到泉州了，现在8点多一点，有点小饿，还好带了一块面包。我晚上再回去吃宵夜，拜拜。Won't you
站下车，准备继续搭地铁啊，继续搭地铁回家。没办法，好，福州天气明显比深圳冷好多，真的。我们待会儿见。火车南站，我这第一次坐，这第二次坐福州地铁，从火车南站到哪里来着？到北站。反正就是一个从南边跨到一个北边嘛。我们下福州就一条线哈。红色的。哎，居然没有响声。现在比较迟了，所以说应该就倒数这一两班了哈。现在的客人就不会很多，因为我福州现在就第一条线，马上后面就会再有二号线、三号线。然后我们现在往回头坐，差不多坐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要坐11个站哈。哇！这也太空了吧，我们可以在地铁里面逛街逛一下，然后从头走到尾，从尾走到头，这就是我们的福州地铁一号线。我们要从福州火车南站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要到达到这个站。找出口，我第一次到这个站点。完蛋，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，在我所住的这个城市，从因为现在到这个站点有两个站可以出，现在不知道从哪个口出，所以说找一个相对熟悉的口先出吧。有分 A 出口还有 C 出口，完去了，不管它了。请出站。哎，我真的是当地人哈，虽然，可是地铁真的是，这算是第二次坐，第一次坐是体验的时候，然后刚刚出来的时候大概找了一下路，还好我没有那么路盲哈，还是能找到的。跟大家既然看到这么后面了，跟大家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，就是说很多人买相机卡不知道多大，我去广州深圳这三天来拍到这三期的 vlog 里面来，我的64G 卡以索尼的编码50兆码流的情况下，到现在都还没用完，我估计用了一半吧，我看到上面还有一个多小时的录制时间。哇、哦、马上就到家了，可是一样的也是没有找到共享单车，怎么办？谁来解决我的最后一公里？现在在回家的路上啦。很多人说，我为什么不打车？可是打车不就拍不到地铁了吗？福州，我们大福州好不容易建了一条一号线，不拍一下，这太不好了吧？好了，我是摄影师陈文坚，希望你开心，我们明天见。